现在录的叫做托罗密定理啊，托罗密定理是在说哈，就是说一个内接圆的内接四边形啊，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性质，这个性质很复杂，但证明很技巧哦。他在怎么说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个对角线相乘啊，会等于这个乘这个，加上这个乘这个，再讲一遍哦，就是 AC 乘以 BD， 就对角线相乘会等于AB 乘以这边，好，加上AD 乘以这边，所以对边相乘的和会等于对角线相乘的，好，这叫托罗密定理，就是一个埃及的数学家哈。那这个证明哦很特殊，很特殊，这个要记哈，就是说他从这个地方做一条线来，让这个角 ABE 哦会等于这个 DBC。他做这样两个角，他要创造两个相似形，他要他一个角，那一个同弧，我这个同弧用圈来表示哦，就 BC 弧，它产生这两个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你看两个角，两个边，所以它会产生两个相似三角形，两个三角形，你看到哦，这 B 对 B 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这个 A 就会变对这里的什么 D 嘛，哦，啊这个。一，这个小的三角形就对这个 C， 它这样对，这样是一个，你看这个是相似于这个哦，你再讲一遍哦，这个跟这个相似哦，这个圈是这个，这个圈是这个，所以这个跟这个相似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另外一个哪两个相似？利用这个 AB 这个弧度 ，AB 是正这个，它的对 AB 是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它这个角哦，就加了这个，就这个跟这个，这个跟这个，所以它又产生两个三角形，那两个三角形 BCE， 你看 B 啊 CE， 那一定要对 BDA 嘛，对不对 ？BCE B。D A， 这技巧在这里了。因为它相似的话，你看哦，它这里有，你看哦，在这个三角形里面，尽量的找，你看它 A B 乘 C D， 所以你看这 A B 这有 C D， 所以故意把它写斜线。A B 这有乘法出来了，对不对 ？A B C D， 啊 ，A B C D 有没有？故意写在斜线，那这就转，那 A B 在这边就是 B D 嘛，哦，啊 C D 在这边就是 A E， 所以你这里一个等式就出来，就是 E。那这个呢？这三角形呢？你看它这里有一个 ADBC，ADBC，ADAD，AD 这里 ，BC，BC 这里有，所以 BCAD， 那 BC 对这边就是 B， 就是 BC 对这边 ，BC 对这边就是什么？就是 BD 嘛。啊 ，AD 对这边是什么？就 B， 就是 AD 就是 C 嘛。所以又产生一个 BC 乘以对角相乘。那这个一四加二四呢，你就发现很巧妙的哦 ，AB 乘 CD，AB 乘 CD 加上 BC 乘 AD，BC 乘 AD 会等于这两个相加，那 BD 提出来 AE 加，哦对，就这个就是很出名的叫托罗密定理，这个会考试的哦。